哪里人？ 我是韩国人。韩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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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Korea. Yeah, Korea. Yes. Yeah. I'm sorry. I'm not sure.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谢谢. Keep working. Thank you. Yeah. Excuse me, yes. Are you from China? Are you Chinese? No, I'm from Arunachal. Arunachal. Oh. Arunachal. Oh, nice. 你觉得印度的天气很热吗？天气，天气，天气，热，很热。中国的天气不热？看地方，看地方。你在中国，你做什么工作？我自由工作，像你们一样到处去学习。对，你学习印度的历史吗？了解。 希望来了解。OK。啊，印度的历史很有意思。对对对。你来印度做什么？旅行。旅行。啊，你可以讲中文啊！哇，那么棒！我认识谁？你是从哪里呢？我。中文。 知道，我会说中文。我会说中文。啊，OK。我的中文名字叫欧阳旭，他的中文名字叫陆景。OK。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冠宇。你们住在这里吗？我们住在这里。哦，我们现在在住在欧阳。 那你们喜欢学中文？印度要找到，学习中文，帮自己找到很多好工作。所以我们学习中文。他是我们的中文老师啊！哇 ，OK， 哇，你们的中文是很好。还好。对。我已经不太好。真好，真好。呀。 Say English is okay. No, they're perfect. Okay, all right, fine. They can't speak. All right, sorry. Teacher is in the story. 我在学校。他要当医生。我用电脑做东西。那你们呢？我是学生。 我是韩语中文的学生。OK。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画画。喜欢画画，弹吉他。嗯。你结婚了吗？你结婚了吗？他不知道。 对我们，但是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很合格的文化吗？瓦拉达西的，来，你说，<笑>你们是从哪里人？我来自北京，他在上海，知道吗？我知道，北京餐厅啊，北京是什么？
飞机，飞机，下来它叫飞机场，上面叫飞机下面。不错，八个月学中文，能听得懂，能交流，很厉害。谢谢。哇！最好的鼓励，最好的鼓励。对。